那今天要吃酱油，要吃酱油，今天转天天会。这是什么？海豚的骨头哎、欸！海豚的骨头。已经开始。哈哈哈！海豚吃光了。台湾人很喜欢踢球。海豚吃光了吗？嗯。台湾人很喜欢踢球。走到哪都有。哦，足球的那个，但是它保养中，不能用。台湾的足球的话，踢几棒？这里可以玩。他说保养中 ，sorry。那冰箱可以买一个。踢不到。哎、欸，那个纸嘞？那个纸，晨晨要不要盖章？妈妈，你跟我一样喜欢。你在干嘛啦？好可爱，弟弟你要吗？你要当这个吗？可爱的，好不好？这里要跟企鹅拍的。来，你拿着。不要跟他，我也要跟企鹅拍。